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开拓有意魔法冰封的小桶到一轮三洞的桶。打怪活动第二关，难度一的话待试用，进去点自动就行，就不再用时间了，直接跳到难度二。难度二带上三个试用，难度二就不能自动了，要一直用三月七给桶战绩耶啦，然后晴云的战绩给克拉拉，大招给三月七。开始本次记录，林可普攻打电，看血量开大就急。三月七有大招之后就开。三月七的大招会让桶进化一次，然后触发桶的一次大招，桶进化到金色之后，三月七开大可以让桶进入究极金状态，三月七的战绩可以给桶补追击次数，所以要保证是三月七一直给桶战绩。克拉拉有大就开也可以打战绩，但是要先保证三月七有战绩用。金色桶之后，三月七开大，桶进入究极金状态。不过这个究极金状态是临时的，所以集中营在桶进入究极金状态的时候，三月七不要开大。等桶退出究极金状态之后，三月七马上开大补究极金状态，这样循环就可以了。